原本是要 case 4，然后就变成 case 2了。兄弟，我们现在竹北有一台2009年的 case 2，先看一下外观。买多久了？3年。三年，新车买好了？对啊。这边可以撕掉。那掉漆了。就先掉漆把贴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啊，不然它银色的。啊。是给人家撞到还是？啊？给人家撞到右后。所以那个水枪冲一冲就掉了。水枪冲掉了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在哪里买的？桃园啊。桃园。钥匙有改过。这里是一代经典。代经典豪车，号称开不坏，31万公里，2009年天窗版，有快的，顶级的，什么定数？哦，车上音响，还有座机，我刚刚那个姿势睡得还不错啊。对啊，现在的漆怎么会这样？它原本是银色吧？是。对啊，原本是银色啊，啊就。蓝暖扣啊！哦，他如果他有内外重考过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哎、啊，乱考而已。这久了，如果没弄好都会掉。对啊，因为他可能当喷的时候没有磨啊。嗯，就直接烤了。所以上一家看完了。对啊，轮胎蛮新的，还要改装排气管、进气。没有，铝圈避震而已。哎，也是当初你买的就有了。哎、欸，自己改的。自己改的。当初来其实还蛮惨的，头灯也是雾的啊。哎呀、啊。大灯也是雾的。哎呀、啊。哎呀、啊。什么情况？当时。当时。当时买的时候什么情况？就收证件啊。然后就。然后就送贷啊，原本是要 case 4。哎。然后就变成 case 2了。我说 case 4，尽量 case 4啊，但是 case 2也可以。那你蛮好商量的。我是蛮好商量的，啊，他就莫名其妙就搞了这台。啊，我也没有很详细看啊，然后就随便算了吧。对啊。那你蛮好沟通的哦。对啊。好讲话。左后有板修，我自己的，啊，前面不知道。以前就不知道了，嗯啊，左后这里啊，哎，头灯，有垫垫片，这种车看就要有技巧啊，因为它前车内外都考过，其实不太好去分辨漆面板件。烤漆更换的问题，这个就要点功夫了。上次遇到一台超跑也是，全车都改色，这不太好操作，要花时间看。方向机有漏，有漏有一点点，但是后面补了之后就没什么再漏了。对啊，嗯。这近年有换过什么零件？你说我迁来到现在吗？哎呀，变速箱啊，又要换一颗。然后发电机，嗯，避震那些，还有头灯的，嗯，大的都整理完了。这一年啊。哎、欸，没有买来，买来到现在应该是去年，去年，2年前，嗯。水箱有换，水箱换过，嗯。试一下车，好啊。你要一起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好重，你身高有没有195？
阿美。以前念书是打篮球的。哎，有打过了。有打过。没有参加运动比赛。没有。这还是八合的。嗯？八合金的。不是。四合。它有点快坏掉。坏掉。比较慢哈。它有些地方也点不到。啊，有。直走。直走。到底右转边。这边清采一下。好啊。改什么电子加速器之类的？哎、欸，没有。可以。多少可以买吗？啊？多少可以买吗？好了。好。成交。来，兄弟们，2009年的 K12顶级的，有兴趣加入首页来。我们现在在竹北，我们现在一个礼拜。都会抓一天至两天，把全台湾的车，可能五六台都把它看一看。还有要估车，有要买卖，都可以跟我联络。好 ，OK， 来，抖雷咪发收了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跟 YouTube 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